大家今来听故事。古早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要看的路，规身躯唔振动。大家今来听故事。古早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东想西，想到尾无半项。这款的做人实在真怪奇，生活有问题也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靠香味，做好人一定靠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下真理。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趁年轻去活动。